Now tested the machine with our customer fabric samples. You can see the final speed. Oh,可以就行了。是，一样的道理。开快一点，大跑完。啊。开快一点，跑完。我看成品。开两分钟吧，快两分钟吧，快速两分钟。这里开不了两分钟。一分钟。留一点上面。One minute。开一分钟。让我们看一下成品。 Fast speed 1 minute testing because the fabric is too less to feel.它是三斤都没事的。耶耶耶！不好拿。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边对耶。 这样咬的没事。Too strong. 随便拿的。哦，一斤半，3斤是吧？对，3斤。他一用口罩也是这个要求，是吧？够了，3斤的力已经很大了。OK， very good。就是说，你这个里面随便拿，就是说。